老公，这是这里的招牌菜，你尝尝。你，这是我给咱爸特意点的，给他吃不就糟蹋了？配也配。夫人，你入赘我们夏家一年了，怎么连个孩子都没有，还让我女儿对你是受苦？没用。这可是你姐夫刚给我买的限量款，要好几十万呢。我夏家可是富豪榜排名前50的高级财团，怎么有你这个混吃等死的东西？真屌！赶紧离婚，我女儿啊，还等着再嫁人呢。爸，你什么呢？他已经很努力了。咱们家顾远一直是很有上进心的人，我们呢还是个保安，不如你。狮子大胆！你是什么人？有你说话的地方！这是三成家族的人呐、啊！你怎么会？少爷，家族对您的限制已经解除，这是至尊黑卡，从今天开始，您可以动用家族的一切资产，富豪榜前30的顶尖财团全部为您视同。10分钟之后，我让你宣布，还有收购下市，我们走。